好，欢迎回来。那现在呢，我们为您带来 LG 世界棋王战24进16的另外一场韩国的内战，是由赵汉成九段对江东润九段。对，这两位也是久违了啊，嗯，棋友们啊，如果上一点有点年纪的棋友们就会觉得资深的棋友们，嗯。这两位真的好久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了。当然，特别是我们的赵汉成九段对。啊，赵老汉啊，赵老汉这个今年应该是40岁哦。都没有意识到啊，哎，嗯，他是82年的哦，那真的是因实为实在在的，40了啊，嗯，因为我是有幸跟他做过队友的啊。哦，他也是帮助当时的辽宁队啊拿到了围甲冠军啊，非常棒的一位韩国的棋手，而且本身自己的这个方方面面也非常的优秀啊。嗯，嗯。当年也是应该是第一个主动要求给我们中国捐款的，当年那一年地震啊，嗯，所以说我们都是记忆犹新啊。但是一晃都很多很多年了啊。是的，一聊起好像都是很多对，年前恍的比如赛隔了。日昨对，日啊，就是那个，但是呢，在他40岁的时候，还能通过韩国的预选拿到 LG 杯参赛的资格啊，嗯，这不得不吐槽一下了。一，他自己太用功啊；呃，二的话，再次吐槽一下韩国的年轻棋手啊。是的，彭老师说你这个后浪怎么回对，事？你们这个怎么还让这样的一个，就相当于类似于这个，大前辈，有点古董级的棋手，虽然嗯，棋友们说，那以前日本的老前辈不是这样的，就这个时代跟那个是，时代的这个转速不一样，所以嗯，说这个时代像40岁的这样的棋手还能够通过预选来参赛啊，打入到世界大赛的这个正赛，非常了不起啊。对，那他的对手其实在如果放到我们中国来说，肯定也是年纪相对比较大的，是江东润，也是一个80后的棋手。对，而且也是一直算活跃在中国了吧，嗯，经常会参加一些围甲的比赛啊，对，也会参，以前也会参加一些围乙的比赛啊，所以是的，说也是世界冠军啊，江嗯，东润，所以说，那江东润的话是在预选的决赛输掉的，所以拿到了韩国队的外卡。拿到外卡这个事情，那江东润得好好表现一下，对吧？对，作为每年都会有些比赛会有一张外卡啊，嗯。今年拿到了 LG 杯。或者 LG 公司的特别的关照啊，这怎么也得好好的，对吧？嗯，这个发挥一下啊。是的，那当然，我们棋友其实在欣赏这盘棋的时候，就心态比较轻松，也不是很有立场，但是可以再感受我们当年很熟悉的棋手们对，在棋盘上的我一们些可以表回现。忆杀一波啊，但对，是这盘棋说实话，输赢跟我们，整个的战局，对吧？关系应该并说不大，不是太大吧，是的，至少是这一轮关系不大，或者嗯，下一轮，对吧？因为他们俩首先实力伯仲之间。年纪都30加，有一位都快40了啊，所以说那个谁赢谁输，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很平和的心态吧啊。嗯，当然这里我们也是，其实更多的，对吧？焦点和目光其实是在明天啊，明天我们会有众多重磅对决。重磅的一些世界冠军，甚至中韩的一些嗯，对冲局啊，对吧？也希望明天大家能够，对吧？这继个续关注来我们继的续赛关事。注我们的赛事，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田园围棋啊。嗯，嗯，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就是大家很熟悉啊，但是有点久违的，他们的开局会是什么样的呢？真的，我这个，他们的开局是对小目，我看到袁大锤，再看到赵老汉的时候，这一瞬间，我觉得我自己又能退行了。早了，对是不对对，是？我觉得我没准又能行了，真的，是，就那种感觉啊，就就是，瞬间自己就支棱起来了，对，感感觉。觉对吧？这围棋也没那么可怕了，感觉那嗯，个年轻人也对吧？没准也能下下棋，真的，露露，因为是，你就是不是跟同龄的这些棋手的嗯，时候，你没有那么深的感触，就是因为同龄嘛，大家反正从小就那样了啊。嗯。大家输输赢赢就是互相之间知根知底了嘛，对吧？就发现他们还征战在这个第一线啊，在拼杀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可能自己是不是稍微有一点对，不够会积有那极种啊？就对，是鼓励、激励到自就己的有感觉，点自责，就是对吧？嗯，就好像自己按现在流行语说，就躺平的太早了啊。对，再应开该个玩再笑卷一卷，啊，还能那个为国再争争光，对吧？虽然嗯，我们现在也是在为围棋做很多的工作，但是毕竟是退居这个对，可能更二三侧重线于了，普及啊，对，跟棋友的给交棋友流，们的交流了对，啊。但是真正在赛场上的话，确实主要是像，看见他们在表演，哎，突然对。就会觉得，对吧？对，就很没想，准我们也能上去下下，真的就是这样的是，其实还是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哈，像之前如果有世界预选的话，彭老师肯定，我觉得在
北京的预选赛是没我有能被参，抽我中，会参赛，但是对，呢，说实话，我不敢想象我还能出现。说实话，我确实谦有时候虚了，谦虚会去参赛，但是，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其实我觉得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其实是 AI 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在这个时代呢，正好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就是刘总吧，就只要你努力，嗯。其实年龄的话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啊，只要你努力，其实你能够跨越这个，跨越对，年龄，也甚至能够延长你的这个竞技的这个寿命啊，而且是，呢，这个努力的棋手，对吧？已经再三的佐证了最近是，啊，特别这几个月的一些明星棋手、一些焦点棋手的表现啊，已经再次的佐证了这一点。只要你努力，真的你就会变成就是大家眼中就是那个开玩笑的说的那个某某智能、某某智能对，就啊，是开个只玩要笑你下啊，得足够好，真的嗯。就是好像看起来有些完全之前没有说那么强大的棋手，一下就起来了啊，嗯，不管是年轻的还是这个没有那么年轻的。对吧？这个时代，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兄弟们对，啊！就只要你努力，可能1、2年前你还没有很好的成绩，但是你努力之后，一下子就起来了。对，那对于这种已经有一些名气的棋手，就是你再沉下心，你可能就会站在最顶尖的那包括一些卧薪尝胆的棋手，包括最近那个非常这个状态非常好的李炫豪，对吧？我们也看个。嗯。嗯。他们有一些那个说法，就是说他长期啊，在这个棋院啊。一个人孤独的与那个决议为伴啊，就哦，与看来是得 AI 到为了伴真啊，传，就是嗯，因学为到了他很多那个住在这个棋宿院舍嘛，嘛，住在嗯，宿舍啊，作为年纪很大的棋手，住在宿舍的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啊，嗯，然后他就因为住在宿舍，他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啊，他心无旁骛，然后就每天就以这个 AI 为伴 啊，是，而且呢，这个 AI 的版本又是特制的，就是对，国家队国特家训嘛，队。专版。对，定制的，就是不是说大家市面上的一些版本都会比那个高很多啊，配置。所以说，那个好像这样子一段时间之后，得到了这个武慢慢功秘籍就啊，练出来了。对对是，对，最近非常的猛啊，嗯，也是拿到了我觉得巨大的一个回报啊。就是，所以这个时代真的就是这样的啊。希望也这里也是真心希望我们的各位国手们，对吧？嗯，就是，真的不能够松懈啊。是的，这个神，是因为的，你松懈的话，你的对手甚至你的敌人就啊，是不进则退对了。他们就会去进步，就会超越你们我们啊，所以说，一定要多加油啊，是的，被彭老师说完，我想了想，我跟李炫豪是同龄的，而且是同的非常的，瞬间觉得自己也要努你力，也行了，对我吧？也得努力。真的真的就是好像那样认知，好像20多岁就已经对吧？不是，是那十几岁专注度不够的，主要看是还是看你每天干嘛，对，对吧？像看我来，这种肯定是不行，对吧？啊，每天从来不训练的肯定不彭老行。师也要努力不，但是呢，你如果每天以 AI 为伴了。的，对嗯。吧？就是其实很孤独寂寞的，你每天看着那个电脑，就为了那一点点东西，甚至就是为了半步棋、一步棋，是一些那种大型定式在那抠，对吧？嗯，一些后续的那些理解在那冥思苦想，很枯燥的嘛。是的，其实是很难的。哪里有别的东西好玩呢？哪里有别的东西就是日子过得舒服舒坦呢？但是呢，你舒坦了之后，对吧？比赛的时候就不舒坦了啊。对。你努力了之后，比赛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变化我摆过，那哎，个变化我也摆过，对，这个局面我见过，对，有点像是吧？然那个后我局可以面借鉴什我么？甚至嗯。直接就测过啊，那你一下你的这个熟练度和这个自信就起来了，嗯，兄弟们，对不对？所以真的要努力，不管我们做对，是一份付出，所以说没有错。份收获。好了，我们来看一看，上来双方又下了另外一个大型定式啊。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应该也见得比较多了。这里对，就是有第一个要点，就这个手必须要长一下，球。嗯，就如果你想动出，如果单拐的话，会显得这个脚步黑白棋的时空过大啊。嗯，啊，对，不这好。盘棋我们介绍一下是赵焕成的黑棋啊，那个江东润的白棋。然后这个棋呢，就是如果你这里要问一下应手，如果对方爬在里面。哎，这下便宜由于了。有这个吃的官子，但是请我们注意，千万千万这时候不要去救这两个哦。我们再拐，拐完之后也不救啊。你正常的去下一些大场啊。其实我们是通过尝一下之后，出现了一个星位这个抠吃的一个官子啊，就是未来为自己谋取了一些
福利，福利，对，一些木薯，因为白的在关门要花个期嘛，不关门以后你总有吃到的机对，会，总是便宜的。对，所以说比这个肯定好，这个已经被吃了嘛，永远尝不了了，肯定被上面关门了，不可能跑下面爬了，所以这个尝呢就达到它的一个战略的目的了。那这时候白的如果不肯损木，它就只能是在星位接，那星位接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会产生了一个二路挡的先手，这也就是实战。对，那通过这个挡之后，再拐再过过来来，之后呢，这两个子就拍不死了，就会对，形成变成了一个战斗的局面，黑的就可以跳出来了啊。这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牢记这一步长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棋友们会要注意一下这个手顺啊。然后接下来白棋是大飞逼我，这里的下法就很多了，好像有虎的，我觉得也虎有也经飞常鸭见，的，对，这个好像也有。这个时候就我觉得这个就看他的一个风格。风格和理解了。还有就是现在的话，对这个整个后续的这个通过 AI 这个训练之后的一些结论啊，总体而言，我觉得大飞是一个本手啊，就因为这个局面的话呢，首先飞鸭不是很适合，因为我们的左边是没有模样的情绪，飞鸭摆黑的就很开心的就爬着跳就行了。我们这里拿到一个铁币，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收益。反而衬得对方的这个飞闪闪发光。对，特别是以后他再从这边拆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乏味了。所以说飞鸭应该是可以好，排除的。排除掉了这个局面。虎的话呢，肯定是可以的，但是虎的话一定会被吃对方扳，他应该是有点担心，如果先虎的话呢，有可能会一旦这边。双方扭杀在一起之后，这个地方有可能走不到，所以说，脱不开手。对，所以说他先去做一个大飞，也是我觉得情理之中的。因为如果上面战斗的时候这里走不到，很有可能会被黑棋开溜了，一会儿拿个先手黑的直接就撤了，这地方就安定了。所以他先做一个大飞，看你的情况，如果你弃子，他就吃；如果你这里尖或者飞出头，他再胡，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思路，对，实战就是黑棋飞，最就后，看黑的要不要这三个嘛，你也可以不要嘛，甚至你也可以飞上面弃子嘛。黑的也这时候也是很多变的，其实飞上面可能也可以，你跳也跳不了，我可以穿，你飞的话我也可以还是活，可以活，甚我至有我都这个，不一定活了，我就弃了也有可能，因为这块棋其实本质上没有说那么大，但是他也可以要，这就是围棋最纠结的地方，就是其实很多高手这种棋也很迷茫的棋友们，因为他选择太多之后呢，也会有那个选择困难症的。因为这个棋就是至少有2到3个选点都可以，那黑的选哪个呢？对，其实最难的就是做选择。对，因为我人是看不出来极致的后续的这种发展趋势的，对，不可能有那么强的一个预判能力和这个前瞻性，所以说他只能凭自己的经验跟感觉来做决定，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非能理解，因为还是不想死嘛，先救了再说。这是人的第一感，能救先救一救，对吧？那这样白棋交换到这个呢，再来虎肯定是便宜了，这两个。以防他直接开溜嘛。对，黑棋以后再走也能够看出来，肯定不如自己拆二。采耳的效率高，而且现在你也不暂时挡不了嘛，挡的话他跳过来之后，这4个子也不舒服。黑棋还是要搬。所以说你还是要搬的话呢，那两那个我就棋，是一个反正步调。黑棋，如果你还是搬的话呢，白的视角他觉得那两步不亏，但至于是。是不是一定便宜啊？其实也不知道，这就是围棋啊。其实，起码不要觉得老师，你说了半天这都不是废话嘛，说的跟没说一样。我说的都是实话，就因为如果我们都知道这个棋该怎么下，围棋就没有那么大的魅力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因为选择很多，他搬完之后呢，比如说一爬，他应该也可以接着走，但也可以弃子。对，你选哪个？棋那子看你看风起来格。也不错，因为整个的右边甚至上边，就能看到黑棋的势力也很庞大。对，而且我记得赵老汉的风格也是比较老汉，对吧？这个相对，棋，我觉得他没准以他其实以前的风格，可能他还是会救啊。就是老汉其实这样靠一下也不错，棋长的话整我个们就心，接住。这个拐是个先手，拐黑的白以的后是不拐能白动劲的，儿的，你要是你应该只能这样，冲了我。弯，弯要掉。不然被我吃了。你弯的时候呢，我可以挺，我不一定要了。对，这个有可能小的，我就从上面溜了。这个看着也挺不错。你也可以虎的时候，我可以挺一下啊。然后我再决定要不要拐回来，这样好像也行。
靠这个是个形状，因为你绝对不能虎啊，就这一虎对，就中计了啊，马上就会吃我，啪啪两下啊，对，我单虎是我不是也行？可以，但是我打更有视觉效果啊，我直接两更下之快乐后啊，对，快乐完之后你们就懂了，我就不解释了，对吧？这嗯被快乐两下，白的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这步靠看起来是步好点，嗯，哎，很想下，整形的好点，对。白的应该只能长，然后它接住，而且白的应该只能接的虎，要不然被拐下那来我受不其了。实走一下，我这个生命力就很好了。请我们看，就如果我对，在这里长出它四个就子，进退自如了嘛，对，这样的话，其实你再可气可取的话，我觉得感觉白棋想会吃你，心态会稳定一点。就嗯，这步靠应该是一步比较常见的一个手筋，而且呢，它一定看得见，对，而且对手也可以遇到，应该正常一定会长老虎。然后你先挺一下之后再做决定，但是他没有选呢，他就是觉得可能死了也行啊，嗯，嗯。只能是这么聊了啊。虽然死了行不行，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路，但是，赵汉臣是这么告诉我的，他意思说死了也行啊。对，但这个就是风格了。就比如我现在一看，我就觉得这怎么看？我觉得如果要是什么都当他没也有，没完全死，他现在可以硬噎的，嗯，白的应该只能往回接，他弯一下，然后再再做定一一下。下，嗯，再做，局部也未必死的，你接我就团上这里，你也不可肯以定敢苦杀我。活，你我噎你是不敢吃的，我给大家摆一下。吃完我吃了接之后，上面有个事儿，双吃，你来不及立的。嗯。所以说，这个棋是可以通过这个挤是局部是不会死的。你顶的但话也是活一的样还的，挺给大惨家的，看顶的话，首先这里有吃嗯，啊，哦，就直接就直接吃一没口了，香了。对，这你只只有能战，接啊。那我弯完之后一虎啊，嗯。这个形状是不会死的。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现在黑棋的这个活跟刚刚靠对，起但来是有相点比，惨。对，就是说这个棋呢效率有点低，你虎在这，对方可能就让你活了，就脱先了啊。嗯。所以他拐的意图应该不是为了活这个，就是应该是弃子了。因为活的话，就跟刚刚露露所说，说的不特如别靠对，出他来，应该是会先靠的。靠完之后，大不了死这俩嘛，也会比被封住强。嗯，所以他连靠都不靠，应该是就不准备活了。对，他是准备在这儿找找头绪，这个下的就很飘了，在嗯，我印象中，赵汉臣年轻的时候是以稳健著称的，对，因为老汉嘛，我也记以稳健和那个擅长那个推进而著称对，就是啊。厚重的那对，样喜欢推着厚一部重的推那车一种样的。攻击，要不然他也不会有这个赵老汉的这个爱外好，号是啊。的，对，就是因为他棋风老汉啊，像一个老汉一样，非常的厚重，非常的这个扎实啊。对，很沉稳的感觉。对，下棋不紧不慢的啊。但从这盘棋的体现来讲，可能就像彭老师说了，我这个40了啊，来下个世界比赛，开心就好。不，这个就真的有点不像他。但是呢，这棋可能也有他厉害之处，扳回准就是要吃断的，他都可嗯。能不是长角的。这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手段，他可能动要，作。对，他现对，在就是处在一个有点恐吓你的味道，就对，是就是你敢不敢，你敢来吗？你来啊，不来？我这里有棋啊，嗯，你小心点啊，就大概这个意思啊。但真不真，说实话，有啥棋？我告诉你。这个也就是对手是江东润了，就嗯，是如果对手是袁胜珍，什么崔泽汉，我估计就下这这步了，就是搬了就上来，是来嘛，你有什么？你知道吧？你就告是诉这我。个还是看人的，江东润也是相对来说还是偏稳健的一个，嗯，就是感觉比较灵活。江东润总是，体的棋风是还是算比较那个稳健的，就是嗯，属于那种不是说那么脾气那么暴的棋手啊，一个全面型的棋手，所以说呢，他想的就可能多一点啊，对吧？我觉得如果换袁大锤来，可能。什么东西嘛，你试试看啊，对，对吧？你我这，正想找你占对便你宜，你恐怎么吓来我了？啊？什么意思啊？嗯，对吧？对吧？赵哥，你恐吓我，这个不合适啊！是的。我知道你是个老汉型棋手啊，你这个靠断，你想吓唬我，对，下不住的。这有用吗？其实说实话也没看出一定对，有用啊，这就真的搬了场有用吗？反正至少直线是没用啊，我给大嗯，家摆一下。对你先顶吧，你就算盖住我搬，好像至少直线没看懂。但确实味道挺差的，这上面可能还有先手。嗯，但至少直线白的没死不是说一目了然我就不行了。啊。所以这玩意儿到底是有，就这真的就是，但是呢，江东润想想就算了，这个事儿，对，万一这就是说实话，这种棋呢，你不搬呢，就大家都有面子，就算了；你对，一搬一断呢，双方都停不下来了，有可能这个黑棋无功而返呢，你就直接大优。
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人家真的有手机，那你可能也就一站就，你就贵了啊。对。所以说，张东院想想呢，刚才我们这里也有一页这块区还能活着。对，很大。其实这步棋从厚薄的角度来讲，它补完之后，上面反而会它就相当于做一个交换嘛，一个取舍。对，对。它的视角就相当于你脚，哎，这里其实想开了嘛，就当于你走了个你三站了角，个脚嘛。站了个角嘛，我填充一下也还好啊。对，那这里你毕竟这是样，被毕我竟你全这边吃了。全被我全军覆没了之后，而且我还能抢个先手在上面拆个边。对，这步棋也很哦，大。也是个天王山，被夹住之后，整个和下边这个拐头做联动的话，我们看中间黑棋的模样会非常的庞大。对，所以说，我觉得江中下的真的挺好的，就嗯，是，简明，但因是为你又大很家都不错。是十几岁了，十几嗯。岁你可以拼计算，对吧？大家都三十加了，作为这个围棋这个竞技上的一个老将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江中这个选择挺好的。一的话呢，清晰，对吧？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计算。二的话呢，确实本身这里是有棋的，花一手棋吃住。目数也很大，嗯，而且能够你一定是长的嘛，然后我抢一个先手，把上面的大场一占，大局也没落后啊，好对，因像，为这步棋的效果，其实真的棋友们可以看，应该是这盘目前布局中的最大的基数。这步棋谁抢，视觉对效黑果棋上，不管是加在哪个位对，置，随便加一个，大家看，主要是上面头是这边拐，完全呼应关出键是来。这个中央已经被拐过来了，如果没有这个拐头做呼应，其实加也就。还好，还好，但现在只是一个全超级部，大场对。啊，现在就可能是个天王山了，嗯，不是超级大场了。所以这里哦，我是觉得这下的挺简明的，嗯，感觉白棋很不错。感觉江东院今天状态更加的稳定一些，而且这个更符合这个年纪棋手的一个把控，你知道吧？就是你把棋整得那么复杂，说实话有点难为自己。我这个有一说一，就是你已经不是那个十几岁或者20来岁的时候了。那个计算一定不失误，对吧？刚刚那盘棋，其实我们也看得到了，对吧？这个大锤同学那个，感觉就有点锤偏了，看起来一片形势变大好的时候，一个用力，一个对，用力过猛，自己就感觉锤进去了。就嗯，因为你这个猛打猛冲，其实不太适合这个时段了，其对，实风险会很大。是的，所以这时候江东人选择这样一个非常简明的吃住在拆边。啊，非常的棒，感觉，而且下步棋黑棋不好选，如果你嗯，是下这边是我还有个吧？我好还点，有个绝好点啊，嗯。如果你拦这个的话，他的算盘就是他肯定这边做分头对呀，然后这边我就清处理了。了。你猜这个我就回来，嗯，我还这里还要了你的次，对，你拦我就摆一个猜二，就把你右边全部都化解了。这个位置应该也是个绝好点，对，进退自如啊。因为毕竟可以直观的看到，白棋现在其实已经手握拿到很大的四制十控。目是有了，对，接下来白棋的任务就是让黑棋不要形成一块巨控，对，然所后以说打打这步散。猜恰到好处啊，对，非所以常好。说黑棋的话也是赵汉臣那个识破了，算是识破了他的意图吧，所以进行了一个比较积极的攻击，就漂他确亮，实不能逼的话被原没分头了，猜的话会被黑白的继续嗯，猜，会非常难受啊。所以他需要追求效率，追求效率，然后白棋也是以大局为重，这个地方不跟黑棋纠缠啊。嗯，取势，怎么感觉他们两个这个10年以后换了个那个，风格，就是两个人调了个啊，感觉就是白棋是赵汉臣，黑的是江东任，你知道吧？嗯，嗯，在我的认知里啊，这个棋真的，非常的清你楚。要说这个棋是白的是赵汉臣下的，我是真的信的。对，这是我挡住不，不告诉你，然后你来你猜一说猜白呗。的今天对吧？嗯，这个。我们汉哥下的啊，非常的老我一汉，看，我这没个毛棋病。下的没毛病啊，这对吧？该补补，对吧？这该退退啊，嗯，对吧？是我们老汉简的风明格。啊，对，这是赵汉臣的棋啊，简明吃住之后简单明快啊，对吧？但是今天他是黑棋对，就有点儿 有点不一样了。你啊，看，真的白棋特别听话，你点，给你，就是我。补完我就虎一个，你点我都给你。说实话，我的直觉是今天要坏啊。黑棋因进，为今天其实赵汉臣干了一件他平时并不怎么干不的事，擅长的事儿。他的这个整个职业生涯，这个战法应该是他最不擅长的啊。嗯，就是举起大锤子，对，然后，跟对方比死活啊，嗯。这是他应该所有技术里面相对比较弱的，对吧？小时候就比较弱，那没道理嘛，没道理，到40岁的时候变强了嘛。突然换了一个不风可能嘛，所以说这个事情，只能说今天对吧，就是下的有点一反常态啊，格，嗯，嗯，就是
跟大家开说个，虽然说赵汉臣那个在那个时候韩国没有说是达到一个领军人物或者天王级，但是呢，他是经常能够赢，小李和崔哲汉的，包括和李昌镐也是下的难解难分的，在当时的韩国也是应该是至少排名前五的一个棋手，而且是多次很稳定的，而且。在这个国内的比赛中应该战胜过小李啊，所以说也是应该一位让，特别是让李世石非常头痛的一位棋手啊，对吧？能让小李很头痛的棋手，而且是在国内啊，他们的对。交手会更频繁一些啊，都在韩国嘛，所以说年轻的时候真的很有实力的啊。然但后，今天好像没有走他擅长的路子。对，今天就有点诡异，今天这个棋，而且江东润下的真的很，先逼了一先下。逼一下，然后扶起来，然后真的下的很厚，江东润。是，感觉今天是江东润拿到了我们赵汉成走的剧本，他就一这直在怎那么了？这是稳稳的，但是确实吧，很稳。啊！这步棋确实要走，因为这个退过来受不了，这个退中间是太大了，然后这块棋也没有眼对，了。下的还我们很仔细好。看这两步棋，确实是要走的，只能说江东润非常的沉稳啊。对，我觉得他稳中，而且但是包括呢，这个长，大场又很清这个楚。不能被扳头，扳头太痛了。他长完之后，这边就不用连了，而且以后他其实是能够往里拐的，往里拐或者是往里飞的，这个棋你是封不住这个口的，所以你赌这里，他是可以往这里灌的，所以看起来是不错。如果你花手棋把这里口堵了，那他下面分个头就好了嘛，肯对，定不这会好死像黑棋不太好。所以下的感觉下到这里黑的有点勉强，而且这个形状，这个形状是有缺陷的，对，也就我很厚的话，你就挖非了常断。的，其实你这些棋都是一些劣形啊，黑棋其实形状并没有那么完整，属于强撑着的。而且黑棋其实这一串攻击也没有明显的收益，这个角有三三脱，还是没有完全算黑棋控的。说实话，我下到这里感觉我的直觉是白棋是感觉更加的稳定。就好像我们刚刚分析说，黑棋因为这两个难以两全，选择了打入。但是现在回过头看，他还其是这实个问收题获吗？了就这么几目棋。我觉得白棋中间还更厚了，好像等于是已经把这块红给壁给抵消掉消了，了抵一消之些。后，关键对，是还是留下了中间的突破和边上的分头啊，就是它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 AB 键和啊。但下步棋有点匪夷所思，这个棋真的下在这个位置吗？我觉得，真的这还是我 认识的那个赵汉赵汉成臣吗？不是你下在这个位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感觉比我预想的远了两路，亲友们可不以猜猜看，他至差少在哪？退一路吧？我觉得。亲友们可以猜不，他你下这个拆位置边，是他不可能，人家不可能不进来的，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人家一定会进来的，对吧？对，因为我们看啊，这里其实白棋是很厚的，所以我们正常，比如说，如果说最开始的感觉是在这儿，那么你可能会在这一一带定进正行一常个，是在心附近，或对，者是心往这再前多来一个路，往下面再移动一个如果你觉得这个猜不够满意的比如说话，他拐过来你收益不大的话，那你最多是往前再走一步，因为这个地方足够宽了嘛，亲友们。是，就说实话，你就算下在这，我这闭着眼睛扔一个，你也未必吃得死我也觉得白棋，我觉得还是会进来，了。不，但是你进来嘛，总好的嘛，因为我们至少退了一路，因为白棋的视角应该不会往这边猜了，是。对吧？要不就是中间拐飞，要不就是打入，那你没必要嘛。这步棋是什么意思嘛？他不会往这走的呀。对，但他往打进来，你这个子不就废了吗？你不就难攻了吗？是他的，活动空间不就大了吗？所以应该说，今天黑棋的好像整体的取舍都跟我们记忆中的赵汉成有点不同。这个很诡异，今天的棋下的，还有一种可能是，拿到这个，入场券之后，可能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已经就放飞自我了啊，对，也许他。下一点我年轻时候没有试过的围棋。对，因为我并没有查成绩，我并不知道他那个没有注意到他在韩国的预赛最后中，比如预赛决赛是赢了谁晋级的啊？就是我觉得在他的认知中，可能这盘晋级了，他就心里已经特别特别开心了，所以好不容易表现一下的，就下得比较洒脱。但说实话，这步棋真的不像他，这个棋肯定被打的，100%，而且打完之后一定是吃不掉的，球们。对。你想这么宽的地方，天上还有这个突破。等于上面漏风，然后这里的宽不，度又这步棋的太……好处是堵住了这个口，就说你往后退，别人可以往这里钻，但是我不会但往是这钻。别人不会往这钻的呀，这钻不是送空吗？对吧？那人家现在不会钻吗？你堵这个口干嘛呢？很奇怪啊，这真的下的挺奇怪的。
对，那实战我太们来刺看激了。看江东润的处理，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对，也比较简单明快啊。而且在我记忆中，好像江东润就很擅长腾挪，是这样吗，庞老嗯，师？好像江东润不太容易死棋，对，对。在我记忆中，他就是一个白棋挺擅长他的，是一个闪躲棋。韧性很足的棋手，你不对。能说他是一个绝对的攻击手，但是他很擅长跟你做一些僵持的那种缠斗啊。我觉得露露的形容非常的准确，就是也非常到位啊。江东润是一个很难缠的棋手啊，就是他巅峰的时候，好像谁跟他下都是那个感觉很痛苦啊。不，就反正就是不管你以18般武艺，你要赢他一盘挺累的，对，就他什么都会，感觉就那种棋手啊。是的，虽然说什么都没有感觉那么的顶就它尖，不是那么的尖啊，但是它的整个那个对，盘很圆，按照现在的那个就叫六边形战士啊，就对，是那个我们的那个能力值很大很足啊，嗯，但是他可能每一项指标不一定都是那个，比如说九十对，五分都不是像我们的古力九什段么九啊、十原九生分，针，哎，都是这种在战力可能要爆表了已经。对，但是呢他可能平均他可能90分或平均85加，就类似这种棋手，他挺难缠的，而且他很擅长做一些转身腾挪和这种孤棋的处理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他怎么处理。这他个经先典的，我觉得反下步入一下，棋赵老汉应该又出问题了。白棋我已经碰，感觉提前想心痛了，我们赵是吗？汉哥一波了。不过下步棋我觉得正常一定有问题啊。他这个棋的逻辑我觉得有问题，我记住，就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去搬这个搬？一定这边有先手的，你这个棋。你要不就是立，要不就退吧。就你现在，你就是围攻这一块这个子嘛。思路要你很先把清这晰。个子捉住嘛，角就不管了嘛，就给一点就算了嘛，对吧？你想这盘棋把角又不给白白活，这个子又捉住，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本身这里飞都不知道怎么应，对吧？你就是别给的。别人再搞点那些幺蛾子，搞点先手了嘛，少点先手不香吗？对吧？这样白的也难活一点，我觉得立可能更好一点。就这样压的话，一场什么都不用管了，对吧？搬我就搬嘛，你如果是愿意去活那脚，你忍得下心吗？这边就被我是外吞了。面，这哪手棋都非常大。对呀，你没有必要了吧？这个也要，我觉得真的过了这个棋啊，这人家进来之后怎么处理吧？嗯，对，我感觉接下来白棋的下法就特别流畅，就感感觉觉轻轻松松又的中人又，家那种类似教科书的那种对，桎梏了，就有黑点棋那现种感，在分段，人家单方面表演了啊。对，白棋搬，黑棋这个必须要跟着应啊，我肯定得断你。然后白棋说好，我腾挪。这个大尖往这里明显有个吃，那我补，好，黑棋补了。这里有吃有藏，那你补这搬下来，这边就出个搬，你对呀，之前这个搬就坏了啊。我感觉这一串的表演，就是白棋的这种桎梏棋，我们可以直接照搬，类似这的。个应该是单方面的表演，对，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配合的那么把它都吃？你想，你这时候正好吃人家一个搬，如果没有这个拖，如果你是长的都没，我觉得都没事，这时候他都没有那么好走。对，那白棋可能未必能对，这么不一放定开手脚，对，这样至少下。他得想别的嘛，那到时候再说嘛，是，但实际上我感觉你就实战是。人家这一搬一退，感觉像你在帮我的忙这你啊，只能提啊，这立下来活了，不能接受。那你提完他一挡下来，你就这两个子随便不能死，你就算费尽千辛万苦去拱活了，那人家这边随便靠一靠碰一碰，一定就活了嘛。是的，那你最终发现又只捉了一个子，没有收益啊！这边本来就是你的，上面右上本来就是黑棋的一个大本营啊，棋友们。所以说，感觉汉哥好像已经要凉了，感觉这个。对，而且就这个地方，你的后一旦白棋活了。人家白棋之前这虎啊、粘啊、这些长长啊，全部抵消全部都了啊，准备好了，就都是在全是这钢板后嘛。好像没有任何用黑棋。下面就不聊了，都死光了啊。对，我感觉好像已经跪了这个棋，而且是，好脆啊，这个棋啊，就就是感觉有一点点没有不，发挥。这步棋我觉得这步棋肯定要背锅的，无论如何退一路嘛，对吧？如果你还有手筋，那我们也认了嘛，我们尽力了嘛，对吧？对。如果就是至少退一路嘛，你撑那么满，肯定又控制不住的，而且这步也是，你要不就退一个嘛，我觉得白的也没空去活角的，他得先处理这个子，对吧？是的，我感觉这步棋围的有点像让子棋的幅度，就是可哎，能你说的这个是吧？也有可能。我感觉这个比例有点，你说的这个，正好我想到了，这是有可能，因为有些棋手可能他们平时没有那么，下一线之后，也许平时会跟一些棋友们做更多的对，会交做流，一些传播围棋的工做一些作，推广或者一些指导棋的工作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手就很松了，
就是多一点是吧？经常。因为棋友们下的棋就没有那么严谨了嘛，然后你作为一个上手，经常那个棋就对吧，天花乱坠的，咋下咋有理嘛，然后这个棋有时候就这种棋就跟杜说的，就感觉那个先撑了再说，就是那种对吧，反正你进来未必活得了的，就是感觉不是原来的那个严谨的那种感觉了啊，是因的。为原来的话你的对手都是一些。同级别的，甚至都是一些冠军，你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的。什么先输负了再说，对吧？万一对方看不见，对吧？这都是很搞笑的想法。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没有完全在一线之后呢，这个是常态，棋友们，对吧？因为你强度没有那么大，那个下棋的这个质量上，这盘棋真的挺诡异的。这里正好被张东升全用上了，然后汉哥好像已经垮了，感觉。白棋再一碰，我感觉白棋每一步都很下舒步服。要粘死你，你只能走这边，然后他这个子搬过来。而且冲完还只能挤，是吧？他还那不打不能。行，打杀不过呀，打这 个不我便感宜，觉我打这个好不便宜难啊，啊！打这个挤不那被我吃了走嘛。到什么了呢？我真的是好难啊，黑然后棋。这个打是先手，断也断不了，这上面哎，对吧？上面这个吃是绝线啊，你断这是。个也没用，然后这个子也被干掉了，那我以后人当家还能年。粘一下，什么都没走到呀，就为什么我说看不懂就这个原因啊，就这等于是一无所获嘛。早知如此，当初的这个差怎么就步子那么大他呀？至少退一路嘛？为什么说退一路怎么也比这个好？是，就算白的进来折腾，不可能活得那么轻松，等于把黑的这个还吃了，这已经退跑不掉了这个子。不敢相信黑棋第一个拆边，白棋居对然啊，轻松的在边拿上住了，了。感觉十几目棋是啊。的，是的，我感觉虽然下到这儿，可能棋友们觉得这里还很空啊，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时候感觉黑棋非常非常难了，这个形势就不知道从哪去挽回，因为不是，从，这个右边是他自己先下的棋友们，你想对，他最后就是，其实他唯一的收益就捉住了中间这个子，这个子说实话还，而且没有做还出，没吃着，对，吃着也才两目棋嘛，对吧？对。最可怕的是，其实官子是人家还能长，就说中间，但是呢，中间这个后是没有用的。刚刚露露已经给大家解释了，白的已经为了准备中间的这个后，解决这个后顾之忧，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左上进行补棋了。所以说，黑棋中间吃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他猜这个一定知道人家会进来的，何必嘛？就是为难自己嘛。我觉得他这个棋下的，只能说可能已经快乐了。我觉得就是参赛已经快乐了，就是真的跟我印象中的这个汉哥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赵汉成了，真的这盘棋的感觉啊，是的，包括棋风，包括那个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下法啊，有那个快乐围棋的趋势。说实话，这个棋下的，下这里应该感觉已经大裂了，球嘛。是的，接下来黑棋的话，那这边告一段落，就人家要在这边定型，他选择的是搬棋。这个你不搬，你拆边是没有意义的，球嘛。你拆边，人家就这里跳一跳，你就跑滑二路去了。你是围不成的，围不成目的。所以说，你想围，你得先搬。但是先搬，感觉又，我人家觉得，白棋还有，白的可能会去飞它啊。好，白棋先冲。啊，对，先冲断，对，好棋，这里防止它爬。这个棋好棋啊，这边已经是铁后了，你也不能接，接它挡完，这个长很痛很烦。你吃的感话，觉它吃张掉之东后，升越哎呦，战这个越下勇。的真棒，这里全部看已经爬不过了啊。对，截断归途之后，他就可以，对，他就可以二路飞了。这飞怎么处理啊？好舒服啊，这个飞，这飞啊，人都没了，这个，怎么办？已经感觉走不动了怎么办？好难受啊，啊！感这个觉棋，汉哥已经越发的艰难了，很累，已经赢不了了，球们，这个赢棋，不了，反家。但是你不硬，以后我就算拐一个路，这是怎么弄的呀？这块棋，你加我就天硬嘛，我先给你，我这一拐如你怎么果办？我跟着您粘赢，你要死了，这一拖。好，你我只煎能吧。割肉，对，我没准备吃你，但是你这样割肉，上面已经被先手割了，这太个有惨点了，太惨了。这先手割了，球们，这个不用补的，我团这个吃先手，给大家看，这个短吃是绝线，你拐我就顺就行了，已经上面先手被割了，这是我下的比较缓温的柔的，温对，柔的，我没准还有好的。对，说不定我可以直接拖，对，对，反正你过不去，我你可说的能没错，虎，我说的是我最就是保底的，对，保底感觉黑的已经昏了，对吧？因为我拐是不怎么动脑子的，你只能煎活了，已经扛不住了嘛，是的，等于是右左上已经崩溃了，这个棋，这都所什以么东现西在啊？嘛，白棋很简单啊，就跟着你硬，
啊，所以黑棋的下一手也下一步是棋我感觉已经疯了，已经。不是已经不是已经进入那种就是棋我们已经进入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表演时间了。我下步棋说实话 看到挣扎。看不看看到下步棋，我觉得应该是下步棋首先肯定不可能是步好棋吧。对，而且也暴露了一种，就是比如正常现在白棋后嘛，黑棋可能不管怎么样补一个，我觉得如果在黑棋形势不错的话，他对这步棋是没有意见补的。不了了呀！补，刚才我们就说我们拐完一刮，然后这里收个官，估计就人一没了。对，可惜现在形势，形势肯定是大差啊，所以关键他，上面那个一割肉，就感觉就下不了了。黑棋、白棋已经全盘没有弱点了。但是这个棋围围他到这儿，不我觉下到得。这步，他应该是想说，我觉得这是没有棋说什么呢？的。我帮他组织我组觉织。得圆不了了，已经圆不回来。这步棋。我觉得理智一点分析应该是停了半手啊。首先，对手绝不可能应你，因为你让我应哪里嘛？你总不能让我挡了。我可能，我觉得真让我下，我我也也会是先手走一压一走下，的，走一那走。压一下我压不压无所谓的嘛。就说首先我不可能去挡这个，对不对？那就说这步棋一定是个后手，而且这个时候呢，肉眼可见你这个子已经马上要交代了。刚才你的手肯定是好对的。手对，或者手势肯定是本手，只是说局势不行了，对吧？那你现在在白棋视角，我打一个，你这个子已经快无疾而终了，你这里很明显是没有用的，你总不可能大伸腿吧？你立我挡是活不了的，对吧？这些都是浮云啊，上面这都找着呢。而且就算你比如通过腾挪，你活这一小块，如果你真是被我对，吃了，你肯定也不行。其实你这里就算再花甚至一两手把这个棋死灰复燃了，也就20多目嘛。你左边这个子死了也得不偿失了，所以说这步棋其实白棋处理起来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对，应该说就是变成一个表演了，表演秀了啊。黑棋来这里争取做活。这个就是我觉得已经枪法已经乱了，我不认为他能做活，就我觉得就已经进入一个未知领域了。感觉非常不发挥啊！我觉得，毕竟我们知道这个每一个国家现在因为取消了综合预选嘛，所以其实内部的名额整体来讲竞争还是挺激烈的。但可能因为这届韩国的名额相对多一些，我感觉可能韩国好一点，但是他肯定也要战胜很多位棋手才能够这出线。里真的觉得韩国年轻的棋手们，这个后浪的压力真的不够啊！这里不是我吐槽啊，也是不是我说赵汉的问题，就是说实话，如果换在中国，你下一个这种预选，反正哇，太难了！我不相信一个30多岁，对吧？就相当于近似于我这样的，或者是一个古力这样的预选还能通过，对吧？就相当于这个年纪的嘛，我觉得不太可能我啊。们中国的这个预选应该可以用惨烈来形容，对，好，好像是别等，说是我们这样的老同志了，你连好多世界冠军都通对，不过是等级分前24或者前32进行4轮，就是你要连赢4个这样的选手，你就可以出现我了。的意思就是说，你哪怕扩容了，啊，也很就是难，像对我对们对。这样也能下了，给我们机会预选，我觉得我们上去也是白给的，我大概率也不报名。我告诉大家啊，因为报名没有意义，对吧？你说我去跟一些世界冠军下。你说我赢，我自己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自己都觉得这是一个，既然是一个故事啊，对吧？但是呢，在韩国的话，赵汉成是出现了的，就从一个侧面其实是证明了，就是韩国整体的厚度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就是我这里不是说赵汉成不该出现球，就是证明年轻棋手的这个接班是有点问题的，对吧？就是至少面上没有那么多人那么厉害，才会对，导致这样的老将其实还能够有很大的一个。竞技的空间，甚至还能出现啊，是的，对吧？在中国你是不可想象的，很多世界冠军都出现不了，天天都那个，对吧？很久都，为什么我刚刚说心痛十哥就这个原因，十哥都很久没有下世界比赛了，对吧？就参加一次比赛，要过关斩将这个国内的选拔上面非常不容易啊，就是，更别说像赵汉这样的了，对吧？就是，但这盘棋对。说实话，这个下的，哎我觉呀。得可能没有发挥啊，我相信他可能预选，虽然预选可能也没有每盘都看，但他预选应该不会是黑棋都对吧？是这这样的表盘现。说实话是看起来就只剩下回忆了啊，对，
这盘棋确实黑棋，应该说从一开始吧，我们说虽然布局可能根据你的风格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但是我们现在事后来看，黑棋的这种气感觉，就比如说在这儿落个后手被白棋拆过来，好像一下子整个就是感觉很整被动。体的这个棋，而且现在又去救这几个子了。我们来看到这个江东人根本就不理他啊，因为你对，自己然的活后嘛。没面子得断了，对那你我，断不能把白的吃了吧？那白棋来。我觉得最终的结果就是大概率是一个自己死了就算了啊。找但了是一个，确实没办法了，他没法下了，请问他打人家反打，这就等于安乐死了。我们给大家摆一下啊，就著名安乐宫了啊，已经不知 道怎这么个办怎了。么办？你划过漏去，那划过这个去，就后手死了，该白的走。对，你这时候这里卡博士应该能活的，对，我就最简单的，卡完了班虎应对，该是能活。但你卡活了之后，我把这个门一关，这嗯，个子不是也无疾而终了吗？对，就刚才露露说的这个，我很没准得不偿今天失，效率还高一点对。啊，对吧？就是我们算账的话又亏了啊，嗯，因为左边这个子被吞掉，至少损失20多。是这个地的，方花2手棋也最多活了20多，所以不算的。然后人家搬正常你是吃的嘛，那反吃完一退大家都能想到的，嗯，就下不了了。所以说是搬的一瞬间只能把人家断了，拼了，对吧？这个棋说实话要把白的断死，那白的又郁闷了啊，应该是断不死这得有棋神的力量。应该是不至于啊。所以说大概率就是尽力了，就是那种感觉啊，走个过场吧啊。在黑棋只能确实，拐呀，争不掉，嗯，好，打了争不掉，只能拐，压出去，压出去完了，顺出去不行啊，就下面还死着呢，所以咬牙只能把白的断了，来，好无奈啊，但拐断这能行吗？这白的居然拐吃一个啊，我怎么感觉汉哥又已经没了？我感觉我们汉哥今天的表现让我有一种我上我也行的错对觉，吧？你是不是有种感觉就对。是？他你这个不明显，汉哥又进去了吗？这个是把我当这个感觉，因为确实这种招法，其实虽然我们知道不好的时候拼搏嘛，但是总拼不感觉动他呀。不是地儿，有点但是他贴出去也不行啊，贴出去人家就算把提这个了。提了，你一搬对吧？我最简单的就虎在这个中间，打都给你一个眼两我个眼活了，了是吧？这个你哪还有空活嘛？我这个一切你就。半盘都不在了，你就算就这个，我不杀你，我把这个吃回来，你不是也什么都没下到吗？对，等于绕了一圈，损失了这边的十目棋。本来我好歹这儿还能围一点。刚才不还能围十几目吗？对，对吧？但围十几目也不够了嘛，现在不是嗯，雪上加霜嘛，而且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他虎完之后，你只能去活这个嘛。你如果嗯，救他吃，等于是右手，你只能去活。那活的话，白的要不要断你嘛？现在白的有点迷茫啊。对，看看白的走什么我棋觉得法。江东人应该不会了。啊，白的，哟，白的，哦，白的下的挺狠的，白的点了扳断。对，就看他要不要吃你嘛。他说要，我还是要吃你的。他是先防止你这里连上，我如果觉他得，断的话，担心他打了虎跟他杀气，嗯，但他又觉得我如果走这边就被你这还边得连被回你去，逃一对，半他啊，的开下来 S 就一很，半都不给你对，啊，他要这样点了，好像是死了，其实也不算狠，你仔细看啊，跳的话他一横贴，嗯，如果我顶。这应该是杀不赢的。这个形状看起来就不像是能杀的样子，全是眼都没有了，气也没有了，这些全是都不知道是啥。这边已经出不去了，球这边已经交代了，嗯，对吧？你全是气紧的嘛，而且我是不是还有可能可以靠之靠断类？也行啊。对，反正黑棋很难，感觉是吧？好像已经不是很难了。就是难，应该已经是不在了，啊，不存在了，啊，应该不是存在。应该是多种杀法嗯嗯。啊，总之黑棋因为气太紧了，黑的没有气，是，那我们看时间，但我觉得因为他刚的才实那个啊，我战，告诉你都其实，刚才那个大概率也不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下到这我里是不啊，是只有顶你应该只能顶，了？嗯，感觉我立下来你也不行啊，对，这个我得怎么？你得卡住我，我先跳个方，感觉哦，这个也杀不过啊。没什么气啊，这里一二三四也就五六口气，嗯，而我下面很我有还挡气，完这里，你都对，是这都是我气，力你都得往回缩的嘛，嗯，白棋我气很光少。这就六七气了，我感觉我都快10气了，黑的最多摸出7口气，而且关键我都快活了，对，我还是个眼杀你嘛，就嗯，好像都不需要计算，应该就死，是，肯定好是像黑走的什么死都了，行，黑的怎么都死了，已经没路了这期，嗯，我说汉哥好像气紫了。
哦，转到这儿了是吧？哎，这个，这个，我估计感江觉有泽润点惨。已经看不懂嗯，已经乐胜了，好像。了，已经。我觉得白棋是不是可能找哪补一个呀？现在白棋挡了一下，白的应该不会了，白的说：“怎么还该我下对，呢还该我下。为什么这个棋你？？”啊，白的打士，不用走了，他应该是可打吃他是想先要手，并这个先手，对。打吃他得提啊，这个先手提啊受不了。啊，补在这儿，我觉得白的补的还挺大的，就是没问题啊，没，确实没问题，嗯，他他就没是。有气，他搬嘛，这里这也进不来，虎就算退一下。嗯，这死得挺挺的，你就是这里有个卡断，嗯，所以他连个气嘛，他没问题啊，他连个气，这边还有一大堆气呢，这怎么嗯，杀嘛？中间十个已经挺了，是，那这应该是可以交了，交代了，对，不太行，感觉还亏了，就说实话，跟刚才比，没准又亏了，这全死光了，雪上加而霜，且这里还没吃着呢，嗯。这里说实话，人家回头又挖是个啥？你如果打下面的这个关子巨差，你要打嗯，上面没缩准，水。这个这里可能还有挖的这个借用，嗯，但是可能都不重要了。请问这里应嗯，该，啊，我们看到黑棋最后拼了一下，我们可以把这点好看。的，黑棋一点，白棋糊住，那最后然挣扎一后下，对打吃，白的白打进棋去。打其实吃的江时东候，润在计算上算准的情况下下的也是比较挺，我觉得算是一个挺那个。正常或者说挺凶狠的棋手啊，对。他虽然说不是一个很嗜杀的棋手，但是呢，嗯，他在你他计算精准的情况下，他还是下的，嗯，挺狠的，有时候不太会退让啊。这里对，汉哥应该不行了他是拼了一下走完，啊，然然后后白来了粘棋嘛，粘，嗯，黑的虎，白的打吃，劈掉，然后糊虎住，住，那但就是是这弃子劫，了。那就是用挖当劫材了嘛，嗯，意思，或者是用这边的劫当劫材。对，白棋把这里的眼先线把保这好，里吃嗯。住，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把那块救回来，你把这拔了，你输了。对，我这里的劫你总应不完吧？你那边是应不完的，这一挖本身谁吃谁都不知道啊，嗯，就正常你消劫，然后我把这里爬过，然后意思就是兄弟你可以换了，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嗯，我们给大家数数目吧，如果好，这个这样下的话。这块有30、40、50、65左右，65，全盘白棋黑的大概0.380多一点吧，嗯。白黑棋哦黑棋说错了啊，白的这里有将近30目，40、50、60、70啊，黑的是不够的，白嗯，的也有至少80家，而且说实话黑的这爬过都不知道怎么连，对吧？这快连是，不上了都。是，那所以他不能消劫，他得硬啊！我们来看实战。硬在哪儿了？硬在爬一个，牌应该是打一将吧？爬一个，他留一个拐。但他是肯定是将吗？这个，不，他先不管了，你虎他留个拐，这边可能有点帮助。嗯，然那后黑白白棋的就直直接接就不挖。给他机会了啊！对，左边劫啊，右边劫也不重要了啊！球，这里汉哥可能要死了。可能直接连根被拔哦，他就跟那个劫，这里黑棋还没子儿呢，了，黑棋还没无有所谓消。了，他这都给你吃了，嗯，黑棋长，直接就给断了，对，那感觉马上拿要下结束了这个了棋，好像无了，这个真的是不啊。存无了在，也正常，这个棋今天非的，常的不存在了。对，今天的汉哥发挥对，有点有点不不是，是我们记忆中的对，他。不是记忆中的赵汉臣了啊。对，这波回忆杀感觉是，江东润单方表演。这这盘棋汉黑哥棋已经下的全不军太覆好。没了，对，这都没用的呀，这都是对嗯，吧？黑棋贴了一下，不是再怎对，么样，白的也是世界冠军啊，你不可能这种断有用的棋嘛，这嗯，都是无效的棋，应该是马上就是输了吧？这对，他把不这个挤行。过有啥用？那人家断天上不全死光了，气也受不了了，嗯，我觉得下到这儿好像，应该要结束了吧？他还得后手提这个，这还欠有棋呢。对，黑棋继续跳一个，跳就拖嘛，嗯，然后消解，你得消劫啊，白的刺一下。嗯，我觉得再白几个好，感觉这个进程是不可能，白不棋可不能好够呀，的，我都不用数了，就中间死成这样，那没有道理对，够的球。
啊，白棋说这个，不，这种属于不需要判断了。对，你就想从吧，你进这程。爬过就最多爬了十几二十目，中间又拿着死二十目，就又死了两块，跟刚才比，对不对嘛？又对，死了至少30加了，本来就不够了。白棋大神腿你死的比我，还要多，对啊，我没有道理，对，我这说，种棋形确实是不用判断了。然后转上，看看应该马上要认输了，我们，白棋继续收，我们看看他下到什么时候。你看看不，他，应该我觉得马上就要随时认输因为真的就从进程，咱们棋友就看嘛，就这个啊，我怎么会输呢？而且我下面还有，能死的都死了，而且我下面还有很对大的吧？一块。基本上把黑的能死的地方都死了。但是我们的老汉很顽强，还在收啊。我们再看看他收了什么。黑棋现在啊，扑一下他全力，然后冲啊，这应该哎挖啊，对挖，哎呀，那给你一点呗，对，小意思，然后应该说是什不么够了啊。啊？然后靠住，这就正常收官。白棋尖一个，今天是个先手，这里还有要刮你，这边要死了。对，我怎么觉得黑棋啊？黑棋应该是找了个头场。不，这个要硬的，硬，但是硬完这边一爬一吃，这边应该还有各种收气，已而且经本来目应该也，不堪忍受那个什么，找了个头场吧。对，现在就是我两边补不好的时候，老汉说我来收个官。我意思就是算了啊，就 是对，退了啊。那这样白棋一扳啊，最后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死活，去走这个这样就不行了，黑棋。不行了，之前就不行了。我们也是恭喜江东润啊，进入到16强。这盘棋赵汉成也是非常遗憾啊。对，感觉不是很发挥，没有下出我们记忆中他的风采。对。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明天会江东润去跟我们的就是已经提前等待的种子来对决。那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刚刚讲解的那盘棋，王渊君也是就是后面发挥得很好啊，不负众望，战胜了袁大锤，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突破。我们也是恭喜王渊君啊！那个袁振铮自己今天这个大锤子没舞对啊，那个重伤了自己啊，在中间应该是一波用力过猛，还有莫名其妙的脱先啊，导致自己全军覆没啊。王渊君赢棋应该是情理之中吧，这盘棋啊，特别是我们看到那会儿的时候对，刚好我们停在那的时候，啊，应该是对于黑棋来说非非常常有力难。了啊，对，所以不，最白后，棋非常有力。对，所以最后也是白棋中盘胜。那这盘棋江东润呢，也是白棋中盘胜，也恭喜两位挺入下一轮。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带来16强战，那其中呢也有很多大家非常关注的中韩焦点战。所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天元围棋跟您一起为中国棋手加油。好，那我们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再见。